今天吃点菠菜，我又来打卡了。先来条果冻啊。果冻啊，一定给它嚼碎一点。喝完以后喝一杯温开水。你们记得一定要坚持啊，真的是一定要坚持。用手来吧，把它剪短一点，不然不好夹。我这个是蘸的那个油醋汁，煎制期间哦，最好是不要吃蛋黄，可以吃1到2个啊。